我收到的时候我就吃了很多，但是我是比较喜欢这样子干吃。对，这样子干吃老好吃了。对，我孙子很喜欢。然后它吃起来不硬的话，你放在嘴里面直接用一点口水，然后它就会融化了那种。对，就不是硬的那种，不是很硬的。微信可以支付，你们点进去滑到最下面，点那个更多支付方式就可以微信支付了。要滑到最底下，有抖音支付对吧，有支付宝支付对吧，再滑下去有个更多支付方式，点击那个滑下去就有微信支付了。拍了，明天给你们发。嗯，对，是脆的，老好吃了。对，前面吃一个来。我都吃了好多了。再吃一个，谢谢点赞。你们可以拿来泡水也可以啊，还可以在里面加酸奶对吗？对，酸奶一起。嗯，你们就可以当它当把它当零食吃就可以了，不要说每天要吃多少多少，就当零食吃的一种。嗯、对，老好吃了这个百香果干，谢谢点赞，欢迎你们。给你舅舅吃一个，不给，他吃啥呀？对吧？加酸奶可以，加酸奶不用加明牛奶，加酸奶。我等一下我就订票了，还有最后几单哈。对，他可以直接当零食吃，你们家里有老人小孩的都可以去吃哈，小孩肯定特别喜欢吃这种，因为就可以把它当零食吃，加放在家里面。对，感谢点赞，叔叔阿姨哥哥姐姐。酸酸甜甜的，喂他吃。我问一下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，包子粉有没有火？你刚刚看到了吗？好像看到了。有想要明治包子粉吗？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想要吗？明治包子粉很久没有收到了，想要吗？想要的扣一，一直都在等这个明治包子粉的扣一。这个冻干没冻干的这个百香果还有最后几单了，你们自己去拍。对，凝脂包子粉是所有的阿姨和姐姐的一个福音，包括你们老公，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。我直接把它倒进去了。倒菜，再倒一罐。感谢点赞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好东西，真的很久没有了。谢谢你们。叔叔阿姨一直在问有没有包子粉。很多叔叔阿姨一直都在问有没有凝脂包子粉，因为就是上了年只要3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一定需要的一个东西。达伟给大家看一下为什么这个包子粉好，它好在哪里，为什么糖人当然可以喝，而且糖人一定要去喝，因为喝了它可以降什么。这个就是达伟从云南那边搞过来的凝脂包子粉。知道凝脂包子粉是干嘛的吗？叔叔阿姨哥哥姐呢，打在公屏通那个可以吃吗？可以。凝脂包子粉是干嘛的你们知道吗？我好好的隆重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凝脂包子粉，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有没有知道是干嘛的？你得找子。不用，拿个勺子，拿个杯子或者水。首先我问一下直播间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，有没有三什么那个什么高的，有吗？有的扣一。你不要那样说了，三什么都说出来了。三什么那个什么什么那个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我先问一下，有的话扣一。对，它可以降什么，我们色红色管管里面的那个，然后有没有这个地方不好的金昌哈8+1，这个地方像我妈妈那个什么印那个地方它可以护什么，有没有？对，然后有没有这个地方小胃胃平时不舒服的，它可以护那个。还有没有上了年龄平时晚上睡眠睡不着翻来覆去的，因为这个地方上了年龄了怎么都睡不那个，还然后它还可以抗什么，他喝这个他可以抗什么，然后增加我们自身的免什么。所以说为什么我直播间的姐姐和阿姨每天都会来冲上一杯，早上空腹喝一杯或者晚上睡觉之前喝一杯，包括你们老公经常睡觉的时候喝一杯，
喝了感觉怎么样，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？我相信我直播间现在4000多个人，有2000，至少有1000多个叔叔阿姨在我这儿喝过，特别姐姐和阿姨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好喝吗？舒服吗？喝着是不是满满的菌香味？然后给大家看一下真正的凝脂包子粉是什么样的。咋睡了？有一点糖就可以了，拿过来。在外面你们买的凝脂包子粉，半斤一斤得多少钱？对，这个包子粉有点像咖啡，可香。在外面要不要1000多块钱？要的话打个要字。真正的哈，真的凝脂包子粉要不要1000多块钱？我很久没收到了，每次我从云南拉到这边来卖，每次都卖空，你们知道的。所有跟我发消息或者怎样都是大卫有没有包子粉，有没有包子粉，一个都也没卖过。给大家看一下真正的凝脂包子粉是什么样的，要用温水泡，用温水，不要用太温开水去泡。给大家看一下，嗯，你刚刚说了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叔叔阿姨哥哥姐们可以兑蜂蜜，看好了，直接舀一小勺，舀上一勺，包括你们平时喝的时候也是这么一勺，看好了，真正的凝脂包子粉遇水则溶，它自己会沉淀到下面去，我不需要摇晃的，这个就是真正的凝脂包子粉，我不需要摇晃，然后等它沉淀下去，轻轻的摇晃，上面是一层满满的油花，喝着是菌香味，包括我妈妈，包括小燕的爸爸，每天都在喝。对，准备好了吗？我来想。想要的扣一，天天早上都喝一杯，对吗？不多哈，叔叔阿姨哥哥姐们，有100单，我买的包子粉都拿到去国外三藩市那里。对，包子粉都拿到国外去了。拿到国外去了，对吗？准备好，来，3、2、1，上车。在大伟直播间，138，整整半斤。听好了，然后一斤是276，对吗？一斤236，再少40块钱。给大家上100单去抢，真的抢不到就没。